我现在在西班牙的一个城市 Catalonia， 在威尼斯的这个主题展，这是有一个水箱，然后有一个水泵连着威尼斯外面的这个水道，每小时12升的水会由那个水泵给引入到这个装置里面。然后这个展览的主题的探索是说这个玻璃，以及威尼斯作为一个水城，玻璃本身有液体的形态，然后也有固体的形态。威尼斯整个城市也是建立在水的这个基础上，所以它这个展览主要是探索吧，让大家来看水的形态以及玻璃的形态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一个效应。整个一个很缓慢的过程，每小时12升的水由水泵引进来，然后再从那边水泵吐出去。我刚刚问了，他说这些东西不是脏东西，就是生活在威尼斯的水藻。